楚有宁，你到底在哪里？ 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别忘了，我们都是要去美国留学的呀。我也要开始学语言了呀。这么多托福班，干嘛和我报一家？我可是特意向楚叔叔打听了你在哪个班，这才报的名儿。这样，我们以后也可以经常见面了呀。难道不好吗？以后别再去我学校了，容易让人误会了。误会就误会呗，反正。 我们迟早要在一起的呀。好了，赶紧上课吧。好，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啊！接下来大家继续看到第二页，我们看到第二段，下面这一段。 How to believe in an idea, research on advertisements, and have some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share with you. The internet, radio, and television are the most common pillars.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好，同学们下课。哎，楚有宁，我饿了，你跟我一起吃晚饭吧。下次吧，我提前约好人了。谁呀？你和谁约了？什么人比我还重要啊？下次有时间提前约吧。先走了啊。哎，楚有宁，你给我回来！ 喂，哎，我问你啊，最近楚幽宁在学校里跟谁来往啊？什么？一个女生。哎，同学你好。 请问知不知道高二一班的楚幽宁在哪里啊？同学，你的衣服好好看哦。你是衡中的吧？楚幽宁是我们班的。那太好了，我是他的朋友，麻烦你带我找一下吧。他现在应该走了吧？也没看到他。哎，你问问他呢？他是楚幽宁的同桌，他们俩关系可好了，整天都黏在一块儿呢。哦，好，谢谢。 啊，你好，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记起来了，你是那个奶茶小妹，怪不得上次看你眼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还以为你没读过书呢，没想到和我们一样读高中。放心，我不是来找你索赔的。你就是楚幽宁的同桌是吧？我没空跟你废话，请你让开。 我警告你，离楚幽宁远一点，别老纠缠他。你这种人，连站在他身边都不配。我跟他同桌是老师安排的，他要跟谁交朋友，那是他自己的事儿，都跟你无关。我没有纠缠任何人。还有，这里是青州，不是衡中，你不要以为全世界都会围着你转。麻烦你先搞清楚自己配不配。 我来告诉你，我配不配？这是替楚幽宁还你的，奶茶小妹。那个时候，不论在外面受什么委屈，我都不会让自己掉一滴眼泪。可是每次回到这个没有一个人的家中，我的所有防御都会瞬间粉碎，变成那个脆弱无助的自己。
那个时候特别希望谁能站出来保护我，关心我，让我哪怕有一个小小的。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静叔啊，听说你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啊？你是个学生，现在正是高二，这是很关键的两年，你一定要分得清主次啊。马老师，我会合理安排好时间，不会影响学习的，您放心。唉，这次月考成绩出来啊，我还是很满意的，相信你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谢谢老师，我会以学业为重，不会让您失望的。你家里的事儿啊，我也知道一些，老师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一定要跟我说，好吗？嗯，我知道了。还有生活方面的事情啊，你可以跟班长提，他也会告诉我。王芳同学呢，还是很关心大家的。王芳，原来一直是他。那我先回去上课了。嗯，行，去吧。你们谁下次去徐静珠打工的地方，记得拍个照片放网上，搞不好他就红了。你当了网红赚了钱还上什么学啊？也让我们这些青春同学沾沾光嘛。你先回去吧。谁负责擦的黑板？下次麻烦自觉点行吗？不是你叫我打球去的吗？怎么了？是不是有人针对你？没事儿，习惯了。哎，你的事儿真不是我说的，我发誓。我知道，和上次是同一个人。怪不得，看着吧，我飞跃。好啦，你别惹事儿，还嫌是非不够多吗？同学，需要帮忙吗？啊，同学，请问那个多媒体教室是在四楼还是五楼啊？多媒体教室，正好我也要去，我带你吧。嗯，谢谢。你也是这一次参加新概念的同学。嗯。你好，我叫安胜明。你好，我叫徐静初。